风吹雪，落叶纷飞。那这边是走上来的中野神社。还有一个很巨大的山木，大山。哎呀，今天这两天都看到神木啊。然后这是神社，超巨大。这建筑好漂亮。然后等一下，我要走这条闪车道路。那这一条因为感觉比较崎岖难走，我就不走了，没有阶梯。然后它上面有个瀑布，算是溪流了。这边。